谢谢啊！今天我们这期聊一个话题，叫工匠精神啊。工匠精神呢，简单的理解吧，就是对于自己的产品或者对于自己的技术、艺术精益求精、执着的追求啊，这就叫工匠精神。其实有很多例子啊，比如说，我不知道年轻的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印象啊？你们到这个北京啊，这个百货大楼就会有一个叫张炳贵的专柜啊。这个张炳贵当年是全国劳动模范，抓糖一抓准，这就是一种工匠精神。啊，你说几斤几两，给你一抓准是这个分量，啊，当然包括我们这个相声行业也需要这种工匠精神，对于自己的艺术要认真、要严谨、要下功夫，特别是在天津说相声，不是网上有这么一段子吗？说这个相声演员在台上背报菜名啊，当当当当当当，几百道菜四波汗流，背完之后天津观众也不乐也不鼓掌，站起带来，你少背俩菜啊。当然这个其实是段子啊，为什么是段子呢？因为我们这个相声报菜名啊，少背俩菜不是毛病啊，关键背完了以后四脖子汗流，这是个缺点。其实要说我们这个相声行业最有工匠精神的是我们一位中年的相声演员，叫方清平。哦，都熟悉吧？为什么说他有工匠精神呢？大伙都知道他叫冷面笑匠，自己在台上冷面从来不乐，但是他这个风格一开始啊，大伙不承认，所以他一开始演出的时候他是冷面，观众也是冷面，但是他有工匠精神，自己下功夫，暗下决心，啊，下什么决心？就是我演出，只要有一次有一个包袱观众没乐，我自己揪下一根头发来。经过千百次的实践，观众终于认可了方清平，但是他这头发也揪得一根都没有了，啊，当然这个是一个玩笑了，他那头发不是这么掉的。我们相声界要说最有工匠精神的，其实应该说我们今天要请上的这位嘉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金味相声的代表人物，马氏相声的传人，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志明老师，有请。欢迎马志明先生，欢迎。欢迎马老，欢迎马老。您看您这一来，我们集体起立了啊！坐下吧。马先生，今天我们聊这话题啊，是关于工匠精神的一个话题。您在2007年的时候就出版过一本提到，类似于工匠精神这样的一种概念的一本书啊，叫《笑匠杂集》。对。您为什么把您这本书起名叫《笑匠杂集》呢？有时候人家净往家学相声来，嗯，我再一句一句教。这个岁数大了，嗯，这个体质也不太强，出一本书就是我演出过的，也有相声的，也有快板。为什么要写这笑匠杂集？你比如你做家具，你是木匠，你打刀啊剪的，那是铁匠。我研究的是相声，把这东西古就好了，人家说哎还不错，嗯，太达到自己的心满意足了。相声匠，所以呢叫笑匠。杂集，你是做什么的，就把你这个行业做到极致，这可能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工匠精神。